我拿兔子打兔子，好多兔子哦！我不要这只，给你的，是不是你的？对不起，是你的吧？都是你的吧？会动哎，好可爱哦！哎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又来玩 Minecraft。我们今天三个人过了复活节，还是要来玩复活节的地图。Hello， 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。今天我们三个人呢，要来继续玩复活节的地图。昨天呢，我们跟巧克力还有一票的大男人一起玩复活节的地图。本来今天想说要找个妹子来。羽毛有，我是妹子。有，你的脸有腮红，好可爱。有，我是妹子，好萌哦。你可以学妹子讲话吗？你可以今天这集都学妹子讲话吗？好呀，好不舒服、哦。我觉得你还是当个男人还好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玩复活节的地图。这张地图呢很有趣，还有点像是你在玩一些国外的大型的伺服器啊，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游戏，派对游戏啊。这里面就有好多好多派对游戏。这边有一个叫做Egg 的。The Correction 就是蛋蛋彩绘游戏，然后这边还有第彩绘你的蛋款游戏，巧克力，这里还有第二款游戏叫做狩猎兔兔游戏，就是你要找到兔兔。看网站上面是说你要找到兔子，然后带兔子不带去给他妈妈。像这里有一只小兔子，然后你要那不叫做狩猎兔子，这上面就写 hunt 哦，就是寻猎人，寻找兔子猎人，听起来好像 也不是很 OK 哦。再来第三个游戏叫做找蛋蛋，这个是蛋蛋猎人，蛋好不好？蛋蛋猎人，蛋蛋阿神需要找蛋蛋 ，OK， 这是够。最后一个游戏叫做 Chicken Thorn 有点像是贪食蛇哎，你看上面对，但是 Thorn 的意思是那个贪食蛇创光速战绩的东西。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吗？啊，假贪食蛇大家比较知道了，贪吃蛇，贪吃蛇就是小鸡贪吃蛇，你看可以。那么在开始之前，如果我们喜欢我们三个人一起玩这种有趣的小派对游戏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上一次说一万，对不对？一万可能有点太难了，来个8888，好不好？8888个喜欢。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小游戏开始玩起好了。羽毛选好了，按照的顺序吗？给羽毛选啊，不然大家都说我们欺负羽毛，都是我们两个在做决定。羽毛，是不是你要哪个蛋？哪一个？这个、好啊，彩绘羽毛的蛋。来、哦，我们进进到拉比里面，然后这里好像有说明吗？可以调难易度、欸，哎，说明好像进去的时候才会说明。我们要调，哎呦，我们要调多少啊？哎呦，先来个简单模式嘛 ，Hard Easy Normal 好不好 ？Medium 好好好中等 normal, 中等， normal. 好，那就开始喽。3, 2, 1 Go！、Oh. 欢迎，哎、我帮大家翻译，欢迎。在这个游戏的目标呢，就是你要想办法涂成一颗蛋、啊，左边跟右边你要涂成一模一样的颜色，然后右键可以涂颜色。开始啊！对，还没，这么多、哦，还有十秒钟。哦，好，我懂了。橘色，哇、哦、，OK， 什么东西？你要涂在右边白色的蛋上啊！橘色， okay, 好，开始了。哎呦，哇，这个颜色，橘色，绿色 ，OK， 橘色，好、啊哦，橘色，橘色，这是比激励的游戏啊！橘色。Okay, 我怎么好啊？跳好高哦！橘色、浅、okay, 绿色，再来一个，浅绿啊！它有时间限制吗？然后浅绿色、浅绿色，下面这一环，这太难涂了吧？哦，剩60秒，剩60秒啊！涂错 ，OK， 好，还有时间限制，哎，我怎么少涂一边呢？橘色，跳起来太难涂了 ，OK。他是那个有跳跃加速、啊，不是跳跃加速，跳跃提升的样子，所以这样子，靠吧，你们涂完了吗？我好紧张啊！为什么涂不到？来，涂到了，这个，加油，最下面这个颜色，最上面是什么颜色？好，这样子，哇，这上面也太复杂了吧！是30秒 ，OK， 深绿，不要啊！嘿，结束！为什么还？哎呀！我这一场，我第一游戏不玩了，好难哦！他有三肉，他有三肉。OK， 哦，好，就是黄啊，你解决黄，黄就是等一下把那个弄好，撇开中间就可以。OK， 撇开中间，一个开局就来个666。OK， 中间。哦，有时候涂不好涂上去，它有点像是放置方块上去的那种感觉啊。对，有点像是放置方块，很难。哦，其实不简单，其实不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
你们可以慢一点点，你们可以慢一点点，不要这么快，好不好？要快点，很恐怖哎、欸！我都是慢慢来的，我的花束慢出暴走，我的花束暴走，中邪佛，中邪，慢来慢慢来，不是不是，中邪不是都是紫色，你们要当一个慢慢来的、它是对称吧？对对对对，是对称是对称。OK， 黄的黄的，蓝的蓝的，黑修黑修，然后再来是黄的，再来什么？冲啊冲啊冲啊！怎么冲什么？你要冲去哪啦？OK， 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好复杂，还蛮难的哎、欸。这样，然后直直直，为什么那么多色块啊？这次我应该好像比较好一点了。OK， 然后、这个、然后我还缺什么？哦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是全部都这样子吗、全部都这样子吗？怎么会？全部都这样子吗？我中陷阱了。陷阱，有陷阱。这样子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他太过分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黑小。呀、啊！我又是他的。我没有注意到他的紫跟蓝啊，我以为都是紫。他们在说我精灵脑啊！你们在说我精灵脑啊！哦，这超简单，这超简单。OK， 很难，这很难，这超难的。OK， 红色，红色，不要再中陷阱了，都快哭了。去放，去放，妈咪啊！去放。那小，那小，超难的啦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我的。OK。灰灰灰，还有还有，好难涂哦。OK， 哎、欸，卡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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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痴，白痴，黑小，黑小，哎，这个很难涂上去了，这个有问题了，错了错了，好，错在哪里？涂上去，涂上去，错，涂了，完成了，为什么没有完成？对了，为什么没有完成？白色也要涂吗？白色也要涂吗？白色不用涂吧？什么东东？等一下，差在哪里？一模一样啊！有毛病？哪里？我不懂。等我们再哎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确认了吗？上面有个红色哦。有啊，上面红色图啊。我没按，我也不知道、欸。好啊！我烂游戏，什么？超强！我超强！结果为什么你赢了？我超强！我操！这游戏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、欸。这游戏怎么了？不愧是羽毛选择的，果然有够会踩会扭蛋。奇怪了，看脸的啦，八本拼命理啊！下一款游戏，下一款游戏，下一款游戏是寻找兔兔的游戏，来喽！啊，兔兔猎人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眼睛痛。好的。OK， 睫毛卡到了。哦，我也是被我帅到、啊。那个今天就录到这里了。我现在胃有点翻腾。兔子猎人要抓兔子、目标是抓到正确颜色的兔子，然后给妈妈，給媽媽是不是？然后左键可以抓起来，右键给妈妈 ，OK 吗？好，来喽，你们喽，对，规则，哇哟 ，Go Go， 哇、哦，好多兔子 ，OK， 什么什么，右键、左键看不懂，看不懂，左键、左键抓，左键抓，左键抓，什么颜色？啊，抓到任何颜色之后，给正确颜色的兔、兔妈妈，OK， 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的兔子，哦、我抓到黄金兔哎、欸。随便给一个妈妈加三分，哇！妈妈妈妈，怎么给？怎么给？右键给，右键给。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不当这个当妈妈？你妈妈还有分的，你。女的在哪里？又你的好好兔子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来给你好兔子，快过来！你还要这样子？回来回来，我特别动哎，好可爱哦！不要再嫌弃哦。OK OK， 粉色粉色，你为什么不收下这个兔子啊？给你给你，我拿兔子，不要逼迫他们好不好？我拿兔子打好多兔子，好多兔子哦。我不要给你，给你的，这是你的，对不起，是你的吧？这是你的吧？你家的都跑出来了，哎呦，这好高啊！你家的不是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OK， 粉红色，粉红色，不是金色吗？蓝的，蓝的，蓝的。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都是兔子，怎么都对过来了？兔子也可以养一下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好难抓，好难抓。这只我要，乖乖，值得，值得，值得。有，这坏兔子，来给你，不要跑，坏兔子，再来，坏兔子，再来，坏兔子。结果，你是哪家的？你是这家的吗？给你，好好好，过来，冲啊！给你，冲啊！那个，冲刺，冲刺，冲刺！来给你，不要这个！有，看到了，粉红兔，粉红兔，粉红是我的，给你来了，来，给你，好多兔兔，好多兔兔，兔，紫兔是谁家的？不要紫兔 ，OK， 黄兔，没有兔子，黄兔回来，黄兔，哎，你看你好像有橘的，你才是黄黄的，来，黄的给你，剩下一分半，橘兔。真的是兔妈妈，每一个兔子都可以当好好。哎呦，你为什么好多黄兔，好多黄兔，好多黄兔，跳到好远的哦！哎呦哎呦，好远！这个是什么颜色？这个是紫兔。哎呦，跑了一大圈，黄金兔，黄金兔，我中黄金兔了，我中黄金兔了！再给你三只黄金兔，黄金兔，这里好多兔子，来来来来来，兔子也是黄金兔吗？
那个是黄金兔吗？黄金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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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找到，找到，黄金兔，黄金兔跑去哪？有啊，黄金兔又一只，兔子，来给你。没有兔子，紫兔，紫兔，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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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兔，不要跑！粉兔要冲冲冲冲冲冲冲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你兔子一堆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红兔，黄兔，黄兔，黄兔，不要跑，它会跑走哎！你靠近会跑走哎！黄兔在这里，再来，这里的兔子都没了，大家兔子都跑去这里了。黄兔，其实好可以啊！黄兔，这里超级的，它感觉找不到黄兔。到人有没有人靠近他会离开啊？他就跑掉了。哎呦，超可爱的，对啊，好萌哦！我想抓里面的，会抓里面的，或者抓里面。对啊，说不定兔妈妈没发现嘛。干嘛？冲啊！好多兔，好多兔子。给你，走一秒，给你。哇，29分，累死了。兔妈妈有够小气的，别人家的孩子也可以照顾一下嘛，一定要照顾自己家的。啊，你家的孩子送给羽毛好不好？他会整天长大说我很帅。很好啊，下一个游戏，这个好累哦，抓兔子好累哦。下一个游戏，下一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Egg Hunt， 蛋蛋猎人，寻找蛋蛋。找蛋蛋。规则是没有规则哎，它大概就是寻找到蛋蛋。好，那就直接开始了，准备到 3, 2, 1。寻找蛋蛋，你的袋子里面可以寻找蛋蛋，然后找到蛋蛋之后，就是可以带回来，是不是收入？哦，有有有，左键左键收入，然后拿到满之后要还给那个中间那只兔子。原来是左键，果然有趣。哎呦，哦，寻找彩蛋是几颗啊？转满是五颗，我满了五颗。哎呦，哦，然后中间给他，对对，中间还给他。你明明就是兔子啊，兔子蛋。哎呦。你是公兔子吗？彩蛋，彩蛋，什么公兔子？灰熊，哇哇哇哇哇！羽毛都没有在赚分哎，羽毛在干嘛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找不到。哇，巧克力十分了 ！Return 怎么 return？ 右键，右键 ，return， 右键 ，return， 右键。哇，中间那一只啊，给中间的。中间，给中间的兔妈妈。羽毛装光光，你把它当兔妈妈也可以啊。看到，看到，看到了。帮你，你有蛋了，可以抢蛋吗？找不到蛋了，多一点蛋红啊！蛋蛋蛋少，感觉很可怜啊。两颗，羽毛，你干嘛跟我抢蛋？你在干嘛？蛋蛋，羽毛你在干嘛？羽毛你在干嘛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，这里的蛋蛋是被拿走了，巧克力15颗了，太多了。十五 Z 没有蛋了，十五 Z 巧克力太多，把蛋都拿去了。羽毛你走开，你不要再跟我走一样的路，我会生气哦。不行，这里有蛋了，我会生气哦。蛋呢？哎哎哎，蛋，这边有一颗，很远。Come on。它会越来越远，对啊，因为附近都被拿光了，感觉都被你们拿光了，没有蛋了，就是你们啦，时间还剩多少？有一分多哎，蛋呢？我说蛋呢？没蛋了，会笑，需要更多蛋，需要更多蛋，巧克力20分了，你是蛋蛋狂人哦，我叫你蛋蛋就是比较多啊，我这异于常人，我没办法，哇，哎呦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蛋了，找不到蛋了，会笑，找不到蛋了。追上巧克力，追上巧克力！你也太多了吧？你怎么有办法？是你才多，你20颗了！完了完了，没有没有蛋，没有蛋，跑不动！哎呀，哎呦，那个叮叮叮是一直找到蛋的声音，是不是啊？我在哪里啊？正下方啊！正下方 ，OK，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哎呦喂啊 ！Come on， 巧克力不会25了吧？你不会25了吧？我没有25啊，你25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往家里跑？你是不是往家里跑啊？你不要再往家里跑了！哇呀！天哪！巧克力！救命！救命！我要往跟你不同的路，那听不进去了。大爷，你在哪？剩下20几秒，是我。剩下20几秒，靠吧靠吧！你要记得我。时间快没了，时间快没了。你要记得我。剩15秒，14、13、12、11，记得我。10。九不不八七六，这样也可以吧？五四三，我来不及还给他，我身上5颗蛋，我忘了回来啊！哈哈 ，Come on！ 哎呀，我早就先跑回来了，宁可先回来也不要这个样子啊！开心蛋蛋 ，OK。我们现在各一场，是我们三个人之中最少蛋的人。对啊，有啦，够用就好了，够用就好了。
最后一个游戏，最后一个游戏来分出一个上下胜负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各赢一场啊！贪吃蛇，每个人各有厉害的地方。小金创啊，不是创始人，贪吃蛇来了。蛇哦哦哟，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？动吗？这个是它的蛇的速度是15，要调吗？就正常不用调，按照长度呢就原始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有说是不是？这动啊？哦 ，what？我们先试玩一场好不好？没关系啊，以我们的材质，对不对？应该是 OK 哈，是不是？开始啊！哦，有很多的障碍物哎、欸，感觉都是障碍物，太花了吧？所以你是看哪里，它就是往哪里前进，是不是？哦，有哇！快了吧！好，我们调慢一点好了，我们调慢一点好了。太快了啦，白痴啊！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完全不要那个有奇怪的障碍物，然后把我们的速度调快，好不好？这样感觉好像会比较好玩。27，好不好？离30只差一点点。开始喽 ，Go！ 没有障碍物是不是？对，障碍物很少，啊、障碍物很少，变少一点。对，这样应该会挺有趣的。啊、我应该是会赢了吧？哦，都哦，速度变快了。OK， 舒适舒适。OK， 有点哎呦，没有听到有人撞到了、哦？是谁？撞到的声音？没有吗？没事吗？没有死。哎、欸，我撞到自己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做神做，好晕啊，好恶心啊！敌人就是自己啊！怎么那么恶心的游戏啊、欸？这也太垃圾了吧！这怎么？我不懂啊！我操！太弯拐弯了！哎，我告诉你，这游戏很烂啊！我不能把这个影片停在这么烂的游戏啊！我再去玩一个刚刚玩过的，好吧？都这样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再去玩一个刚刚玩过的游戏啊！怎么回到拉比啊？烂游戏，回来。好，给羽毛选一个你想要玩的游戏好了，再重新玩，你会想要玩哪一个？我来看看，嗯，来一个我刚刚赢的好了，你刚刚赢的吧？对，你会画蛋蛋，真的吗？哦，好，我来一个 hard 好不好？他有 hard 的、哎、眼睛痛，对不对？来个 hard 的 hard 的，好，来喽 ，hard 的感觉超困难。3, 2, 1 go go， 看起来不会难啊。哎，看起来哦，这是教学，啊、这是教学。OK OK，、嗯、哎呦，好好，刚赢的关键。我觉得最讨厌就是我们画的那个蛋，它的材质包还不同，对，材质不同。我真的不知道第一个跟第二个差在哪里。哦 ，OK， 好。哎呦哎呦，感觉很 OK 哦。哇，电子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比速度哦！嗯、哎呀，这是真的速度哦！欸、来来来，加油！哎哎、欸欸，啊，不一样！哎、哦、，OK OK， 来来来，速度速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速度！完蛋完蛋了完蛋了，我输了！红色是不是？红橙黄绿，我在还在红啊！屁啊！我已经到、欸、我已经到黑了，绿点白，哎、欸，我是在灰色。欸啊、好难读啊！哇，他一直把我的那个颜色改掉，他一直改我的颜色，他一直改我的颜色，不要这样，好烦好烦，冷静冷静。哎呦，哎，我好像弄错弄错哦，懂了懂了懂了，冷静冷静冷静。哎 ，OK， 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嘞？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错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错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我哪里错了？哎、欸啊，中间那紫色。耶、yeah! ！哇，我这边怎么有漏？哇！我从上面涂上，下面啊，我少用一个。哇，好玩，好玩！天啊，真是好难哦。太难了吧，白痴哦！傻啦！这傻啦！太难了！这傻啦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看不懂啊，这游戏不优啊，我不喜欢。我看不懂这游戏啊！你为什么要挑一个这么难的、啊？我有毛病吗？有毛病啊！神作，神作！哎呦，太有毛病了、啊！这里，好吧，花缭乱。天啊，这好难！这个脑袋没有办法，记忆不能，炸裂啊！记忆不能。第一步难，一手 ，A 手 ，OK，A 手，剩90秒，然后再出新就没事了。哎、okay. 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啊？然后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呛，很呛。绿，人生已经呛了。人生已经呛了，无法再继续下去了。哎呦喂啊，欢。好好，来什么？嗯，糊的真的是很神秘啊。这样子吧，这样子吗？不对，最讨厌就是中间这个。它为什么那么多层颜色在那边呢、啊？好烦哦！去
好气哦，羽毛，羽毛是什么？这个涂不完啊！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好，羽毛，羽毛，嘿！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这才是这个样子了。好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刚刚改到什么颜色？我还擦什么？我不懂啊。我也不懂，没关系，那我不懂。好难哦。拜托你完成，是这样子吗？完成，好，没有，哎、欸、哇，天哪，太贵了吧！感谢地狱，我赢了金球了，太贵了，给来给来给来，哦，下来了，哎呦哎呦哎呦 ，OK， 我又有陷阱又有陷阱，好，看来 ，OK， 我的天哪，羽毛，好 ，OK， 玩着我就要去睡了。你还睡得着吗？累死了！我今天一定会做彩绘蛋蛋的噩梦。太棒了！太笑、加油，阿森！加油！哇，你真的太有毛病了！我在屠杀了！好玩，好玩！完蛋了，黄个头，好个头 ！OK， 这是怎样？橘橘黄，这个橘，这个橘怎么那么神秘？橘橘黄黄是怎样？为什么还有一面整面没有涂到啦？这样子吗？是怎样？啊！怎么涂错了？ Okay. 然后嘞，连头橘黄，然后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知道，它应该在这一颗。OK， 我现在认真模式这个、这个开，这样子吗？哎，为什么要涂那一个？是这个吗？哎呦，又涂错了，哇，很容易涂错。橘 ，OK， 下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这个，然后这个，这个有没有？有！哎、欸、哇！我分数还是比较少，我同一秒完成。哎呀，我分数还是比较少。大家做这样的羽毛神射，这游戏真是好玩，一拳真是太棒了，100分。今天的复活节特别小派对游戏，桃的干扰的，希望我们会喜欢这种派对小游戏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记留下一个大大的蛋蛋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8888颗巨型蛋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